cutting it off.你怎么洗好了？洗好。你怎么还没好？我好了，只是我还没组装起来。你哪有好？确定可以了？可以了，我都上电过。你上电过？你上电视了？对呀。开洗呀、啊！啊，你又在拆了，你又把我入镜了。那、啊、你怎么又入镜了？你又拍到我那个，你又拍到我。他又在拍了。这么紧张，是啊。啊，你到底要不要给我？不要，那一个换一个好了。妈妈是不要给你。妈妈是来给你，然后抓着都不放手。再接再厉。妈的，那些人，妈的，这是这样。
都不要吃也没关系，想吃不想吃都没关系。没东西吃也没关系。肚子饿也没关系。赚翻啦！做广告啊，家里啊，赚翻啦！对啊，我觉得我最近家里比某某还高哎、欸，对啊，是不是？有没有爱上虾皮的？我没有爱上谁啊，只是真的好用，是不是？难怪你越来越虾。只是虾皮真的太虾了，没有办法，只能这么虾。所以就该退休了。虾子怎么忽然跳起来了？那虾皮可以买广告在某某购物台。购物台有广告的吗？啊，购物台没有广告，这么酷炫。所以他赚钱就是赚那个。他说他赚就是赚那个。不用广告，因为它就是只在广告。买一个台要装在自己的东西。这海带怎么不那么咸了？这么咸，咸到都站起来了。银针都说有问题了，你还给别人吃？啊，没有啊，因为有时候也会锈掉啊。银针会锈掉。真的没有。
我也看啊。哦，到货了。人家这么采收东西在忙啊。人家没有小，没有时间回啊。是吗？是吗？是吗？